段仪第二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心谛听，无因果影响，感应相生，必然之道，理无差喘，而诸众生业行不纯，善恶叠用，以业不纯，所以报有经粗，或贵或贱，或善或恶，其事匪夷，参差万品，既有参差，不了本行，以不了故，疑惑乱起，或言精进奉戒，应得长生，而见短命；屠杀之人，应见畜灵，而反延寿；清廉之事，应遭富足，而见贫苦；贪盗之人，应见困滞，而更丰饶。如此疑惑，人谁无念？而不知网页之因所致，如般若所明，若有读诵此经为人亲见者，世人先是罪业，因堕恶道，以今世人亲见故，先是罪业则为消灭。而诸众生所以不能深信经语，有此疑者，皆由无明惑故，妄起颠倒，又不信三界内是苦，三界外是乐，每染世间皆言是乐。若言乐者，何益于中？复生苦受，饮食过度变成急诊，气息喘破，骨胀脚痛，又至衣服迷见忧劳，寒得吃喜，则恩薄念浅；热见重求，则苦恼已生。若言是乐，何益生恼？故知饮食衣服，真非是乐。又言眷属以为乐者，则应常相欢愉，歌笑无极，何益俄尔无常，数焉而逝？是有今无，相在今灭，刨天叩地，甘心寸断，又不能知生所从来，死所去向。贤辈相送，直至穷山，执手长离，一词万劫，诸如此者，其苦无量，众生迷见，为其是乐。出世乐因，皆言是苦，或见近淡殊色，皆生时时，去其轻软，习粪扫衣，皆言是等，强自困苦，不知此业是解脱道。或见布施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精行礼拜诵习之人，朝勤不懈，皆言是苦，不知是等修出世心，托有疾病死亡之日，便起疑心，终日忆此心行，无时暂止，人之气力何以堪此？若不勤劳，岂当致困，徒丧生命，于事无益。或复自秉其说，理实如之，不知推果寻因，妄构此祸。若欲善之事，则其祸可除，
欲恶之事，则其余更甚。因以惑故，堕三恶道，在恶道中悔合所及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凡有此疑，因缘无量，且疑惑习气出三界外，尚未能尽，况在今行，云何顿去？此生不断，后世复增。大众相遇，方设长途，自行苦行，当依佛谕，儒教修行，不得疑惑，辞于劳倦。诸佛圣人所以得出生死，度于彼岸者，良有积善之功，故得无碍，自在解脱。我等今日会离生死，以自可悲，何容贪著此恶世中。今者幸得四大未衰，五福康裕，游行动转，去来适意，而不努力，富裕何待？过去一生已不见地，今生空执，复无所证，于未来世以何嫉妒？辅意论心，实悲情报。大众今日唯因劝客努力勤修，不得复言，且宜消息。圣道长远，一朝难办，如是一朝还复一朝，何时当得？所作已办。今或因诵经坐禅，勤行苦行，有小疾病，便言诵习勤苦所致，而不自知，不作此行，早因终亡。因此行故，得至今日，且四大增损，疾病是常，乃至老死，不可得避。人生世间，会归磨灭，若欲得道，当依佛谕，唯而得者，无有是处。一切众生为佛语故，所以轮转三途，被因众苦。若如佛语都无修习，勤于诸法如旧头然，勿使一生无所得也。相与人人等宜痛切，五体投地如大山崩。奉为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今生父母历劫亲缘，和尚阿舍离同坛尊正，上中下座，信师谈悦善恶之事，诸天诸仙护世四王，主善拔恶，守护持咒，五方龙王龙神八部，广集十方，无穷无尽，一切众生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维慧佛，南无世切佛，南无随摄佛，南无拘留孙佛，南无拘那含佛，南无迦摄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以神通力复护整皆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行菩萨道入佛智慧，同化十方举灯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善摄心念，相与以德入归信门，唯因秉义以去向为奇，于内外法莫复流难。若本业不明，自不能造，见人作福，唯因讲劝，弹指合掌，明尽其德，不以起心生诸妨碍，使彼行人形成阻退。若是不退，彼尽如故，彼既无减，唯当自损，空垢是非，余生何益？若能于善无有爱者，可谓何道，有利大人。若今作爱，于未来世云何能得通达佛道？就理而寻，损害实重，阻他善根，
罪证不清。如户口经说，有一恶鬼，形状丑恶，见者毛竖，莫不畏惧，生出猛焰，犹如火炬，口出蛆虫，无有穷尽，脓血珠筛，以滋延伸，臭气远彻，不可亲近，或口吐焰，肢节火起，举身嚎哭，东西驰走。是时满足罗汉闻恶鬼曰：汝素何罪，今受此苦？恶鬼答言：吾往昔时曾作沙门，炼浊滋身，浅贪不舍，不护威仪，出言粗恶。若见持戒精进之人，则复骂入偏掩恶事，自恃豪强，未尝不死，造于无量不善之本。而今追忆，悔无所补，临以利刀自结其舌，从结至结，甘心受苦，不以一言诽谤他善。尊者还阎浮提：以我形状，借诸比丘及佛弟子，善护口过，勿忘出言。设见持戒，故持戒者，念宣其德，无受鬼身，经数千劫，终日敬业，备受处毒。若此报尽，复入地狱。是时恶鬼说此语已，举身嚎哭，刺头于地，如大山崩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大可不畏，只以口过，祸报累劫，何况其余不善之本，舍身受苦，皆由作业。若不作因，云何得果？若有造因，果中不失，罪福不远，身自当知。譬如影响，不得舍离。因无名生，亦因而死，去来现在，行放逸者，未见世人而得解脱，能守护者，受福无穷。今日大众一个惭愧，洗碗身心，忏谢前咎，革故不造心，诸佛称叹。相与从今日去，若见人之善，莫论成与不成，久与不久，但使一念一顷，一时一刻，一日一月，半年一岁，以资胜于不作者矣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言：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，亦称南无佛，皆已成佛道。而况有人能发如是大心，勤于福善，不随喜者，甚所悲念。众等自为，无始生死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已因有无量恶心，阻人甚善，何以知然？若无世事，云何今日与诸善法多有流难？禅定不能习，智慧不能修，少时礼拜，以言大苦，暂执经卷，复身厌怠，终日劳扰，起诸恶业，使此身形不得解脱，如残作茧，自淫自服，如蛾复火，长夜焦然。如是等障，无量无边，障菩提心，障菩提愿，障菩提行，皆由恶心诽谤他善。今始觉悟，生大惭愧，起嗓求哀，忏悔此罪，唯愿诸佛诸大菩萨以慈悲心同加神力，令众等所忏除灭，所悔清净，所有障碍无量罪业，应今忏悔，尽尽无余。相与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，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善德佛，南无无忧德佛，南无旃檀德佛，南无宝师佛，南无无量明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相德佛，南无三乘行佛，南无广众德佛，南无明德佛。